各位观众好，欢迎收看3月10号的《观天下新闻》，我是李凡。新北市政府为了鼓励更多长辈们加入志工的行列，在10号这一天呢，在市府大礼堂举行了高龄照顾存本专案暨不老志工的受证典礼。市长朱一伦他表示，现在先付出，有一天自己和家人也可以受到帮助。而目前高龄照顾存本基金呢，已经募集到了新台币1180万元了，距离1800万元的募集目标已经相距不远。在10号的典礼上，市长朱立伦表示，从事志工服务的时数可以把它存到志工银行里，当我们需要提领的时候，可以用来回馈家人或是自己，只要提出需求，就可以兑换不老志工陪伴服务或专业的居家照顾。也欢迎市民、学校、企业、团体共享盛举。有一天，我的家人、我们自己也会受到帮忙。那经费的部分，为什么我说一定要有存本？因为存本不是存小时而已。我们当我们需要专业的志工的时候，那一份金钱我们把它存起来，存起来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做的这几个小时，我们真的把你存起来了。有一天你要提领的时候，不是提领现金，我们把这一份金钱拿去聘用专业的社工、专业的工作人员来照顾你的家人的时候，到时候这就是你提款的时候。根据统计，截至今年2月底，已经有1134位市民报名参加不老志工，其中有553位完成训练，201位已经开始投入服务。而市长朱一伦为了感谢不老志工的付出，现场也颁发了专属的服务背心、服务证以及存本专责。有啦，我就较轻松一点啊。那有迄个无差，无差咧，请这政府办照，那无才人会支援我，对无？伊感觉伊真好啊，拢会教我安怎做迄落安尼啊，会啦，真好安尼。啊，有互你开讲？有啦，我要讲啥就讲啥安尼啊。我们的高龄存本方案到今天为止，我们已经接受到将近1200万的捐款，我知道还持续在增加当中。大家放心，我有信心一定超过1800万。就是说，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爱心的集结，有钱出钱，然后呢，有力出力。社会局表示，不老志工针对健康不佳的长辈，给予陪同散步、运动、购物、送餐服务以及文书服务，服务对象已无外籍看护照顾，无长期照顾协助资源，为住宿机构老人为主。并经社工员评估，确实有服务需求者，就可以向社会局提出申请。谢凤江市府上报道。